大湾区将为成为香港发展的大舞台。香港是在大湾区内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有高品质的专业服务，享誉全球。再加上"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其实香港应该担当大湾区的引入来走出去的超级联系人。那有优势又如何呢？那就更重要抓紧大湾区发展的机遇，才能把优势赋能到国家建设的当中。其实，香港澳门与大湾区九个城市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的一家人，守株之情，时刻盘踞在心里。只要目标一致，同心协力，凝聚共识，然后用好国家赋予我们各自的优势，把大湾区做大做强，我相信大湾区肯定能成为实现中国实现代化与携手共圆中国梦起到非常好的展示作用。而且，为搭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正能量以及正面的一个贡献。